开班补课，零距离品道何老师啊，要品我。足足大张伟想对黄涛说什么？对黄子韬说，什么？直接太愣了，好笑哎。为了你们证明我们的艰难之路怎么艰难，我们一定要走过去。魏婷，魏婷，魏婷，因为我以前是做广告的，引用影视剧桥段的都是成立的。都疯了，现在已经。他们将通过 play gag 方式展现出他们与众不同的观点。一百丝袜子，等会儿。谁穿白袜？你认为你能进前六吗？别，你不要问我这个问题。哎，你模仿李诞是什么意思？死亡了！这个节目怎么了？神经病啊！这个谁不播？我。从这个赛段就这么发力了。